另外，伫咧江宜市北港路日前嘛，来发生着一件车祸事故，现场一名机车骑士被弄倒伫咧涂骹，涂骹有真济个血。江宜市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，赶到现场来抢救。好佳哉，这名倒伫咧涂骹个民众意识犹原真清楚，伫咧经过初步治疗了后，送到病院。而车祸原因现在正由警方调查当中。该车辆分队叫人车到场之后，发现一名大约70岁的机车驾驶倒伫路中，而且地面有大面积的血。叫人员随即将查看伤者状况，发现伊头部严重受创，随即替伊进行止血等动作。好佳哉，这名伤者意识清楚，在摆渡两骨受伤一路之后，将伊送往病院治疗。你现场也有一名路人在指挥交通，好佳哉无造成二次伤害。根据了解，这名驾驶当时经过北港路交流道卡，甲一台拄啊落交流道的轿车发生侧撞，造成驾驶受伤。该车伤较也好民众，开车也只是骑好倒摆，拢要注意前方路况，并减速慢行，随时保持防卫性驾驶，以免危害自身其他人生命、财产安全。新闻的民间七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